烟台树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由山东树朗服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立，是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专业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主要生产隔离衣、防护服、手术衣、洁净服、口罩和医用鞋帽等。为积极响应国家应对疫情防治所需，山东舒朗服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立项组建烟台舒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并在抗疫阻击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烟台舒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厂房面积3万多平方米，现拥有1000余套专业生产设备，2000多名生产工人配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多国先进生产设备和生产线，裁剪、缝制、质检、包装，每个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安全标准，确保每一件产品安全合格。舒朗牌防护服经过几次创新突破，做到了极致的切割，具有结构线更为简洁、防护性更好、穿着更为舒适等特点。舒朗医疗所生产的防护用品符合中国吉利19082009 YYT0969 2013 YY0469 2011 吉利2626 2006等标准要求，并获得欧盟 CE 和美国 FDA 资质认证，为消费者构筑安全生活的健康保障。烟台舒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着眼于市场需求变化的敏感性，以人文关怀和创新为原动力，不断推动着产品的发展。未来，烟台舒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将积极开展各类医疗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创造出让中国人民骄傲和全球人民喜爱的医疗品牌。